我呢，只是为了行性而来，咋子嘛？咋子嘛？为啥子那样对我们嘞？小心啊，小心头！来，小心头！我在小心头，赶快滚开！谢谢小心桃姐。 Excuse me, hey, just，葫芦娃，一根藤上七朵花。干嘛？啊？不是你，哎耶！So it's not you? Sorry, sorry. Enjoy time, enjoy time. 乐器。你先把我放下来吧。啊？ 我们对他吃亏了，毕竟我是个男的。哇，好好吃！啊，我们两个箱子没钱。别找了，别找了。对你们太不公平了。在前面50米。Oh my god！ 前面那个他妈力气，各位伙伴，别吧，老弟们，我最年轻，我最活力。我腰，没腰了，腰吗？没腰。等你过一会儿，我再换。过一会儿，我再换。累吗，弟弟？不累。我觉得你肯定累啊。我背你吧。别。来，咱俩打仗。Hey, excuse me, do you have sound like piano? 我没看见。 坐下来，坐下来。来，请教，请教，请教。走，这边，这边，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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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叫。欣姐，啊，我方便问一句，我不告诉你，你多沉啊？我不到150斤。 我也是。我们是，这老师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是不是间谍？哎呦，这是谁？哎呦，这是吴老师。他一定要说话。Focus。你在干嘛？在拆一条内裤吗？哎，表情太迷茫了。 Thank you. Wait a moment. 我是。Is that me? Everybody come here. Don't tell them. Okay. Don't tell them. Okay. <笑>有没有开锁王？这个人很过分，他拿走了全部吗？<笑>
好了，那么作为这个先到的黄队，他们有一个优先的选择权，也就是说他们可以选择先挑战还是先看别人挑战。先看红队挑战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红队请选择一个队员。他节奏好快，往上去。对了，眼睛还要好使。你眼睛好吗？你眼睛好不好啊？我眼睛还行。哎，这有什么？这不就是弹吗？那这个几方面也没有用，还到不了那儿，全部解开才能上。因为这个不可能再回来再那什么，肯定是一扣一扣的。这个没问题吧？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不就是一个字吗？对吧？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，好，来吧。Please don't kill me。Will be scared. Scared. 加油！Let's sit down. Yeah. Okay. O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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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t hurt. Oh. Yeah. Oh. Oh.大约把弹弓拉紧的时间是50秒。快写，快写。蕾蕾，拜拜！我在对面山上等你啊！加油！碾压一切！准备好了吗？蕾蕾，加油！加油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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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来来来来，可以了啊，十秒过去了。哎，其实吧，人生就是这么，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奈，就飞一下，飞一下就好了。我觉得。蕾蕾，蕾蕾，再见再见，蕾蕾，再见再见，蕾蕾，蕾蕾，再见再见。来来来来，可以了啊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慢慢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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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别急，坤哥，你别使劲扯，别使劲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难忘今宵，别扯，别扯，坤哥。难忘。他连写都还没，他卡都还没看呢。别扯，别扯，坤哥。好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，先别扯。先别扯，回来一点，回来一点。
哎呦！哎，没事吧你弟弟？哎，坤哥，坤哥，坤哥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我也找到了。快快冲我这里面，冲我这里面，冲我这里面。我花500块钱买的，小心小心小心，你千万不能让别人看见。终点线我怎么走？快快 ，Go Go Go Go！ 小金，我去买一点东西，你就过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我先想出一个办法。走吧，我们。走吧，我们。放一个这个，谁来我戳谁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放一个。哦，玫瑰有刺。这是架子，这个是，也是架子，这是两个架子，这是架子。走，叫欣姐。啊，真哥，差我的，还有差一个，还有我的，差吴磊的，我们还差吴磊的，还有我们也差大鹏的。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要不要把大鹏的拿出来啊？话要不要把大鹏的拿出来啊？什么拿出来？他有一只蚊子在叮咛。他被我，他的衣服被我们藏得很紧。啊，大鹏呢？大鹏呢？这里面，这里面，这里面。这样子绝对看不到了。你肉藏很深。你肉藏很深。要不然大家都很凶。还有一件的。哇，大鹏的被我们藏起来了。你不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把他衣服藏起来了。不能说是吧？你骗他们是吧？不要忘了，我们这个因为，哎，你不要告诉他们，我玩的是诡计。哦，秋安姐，你太善良了。哦，虽然说是吧。有没有想了太明了？这个啊，红配绿。那红配绿好了啊。这么草率一道菜，来了，这道菜好了。好。啊啊，给你看啊。看我啊啊啊！我也要吃啊啊啊啊！嗯，最吸啊，最吸。我笑的，还有一个，是，腾哥做饭好吃，不是因为自己做那个感觉不太一样，就是他会有那个情感。不过大家这样吃好吃什么都好好吃哈，好吃啊，对啊，好久没有这种露营的感觉。就是我们这里可能也就吴磊有同学，有伙伴，我们平时什么我怎么了我怎么了？哎，吴磊你有同学吗？我感觉我当然有同学啊。哎，你上学会不方便吗？就是你们班级的很多人，没有，他们会觉得就见了我以后就发现梦想破灭了。原来是这样。